我们要去哪里？打网球。耶、yeah, ，今天是你第一次打网球，对吗？嗯，我还没打过网球。还没打过。还有你吗？打网球。好，大学毕业之后就很少打球了。我好像跟你修过网球课。你有修过吗？我就没有去啊。你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永远都会揪他一起运动 ，never。还好吧，都可以生两个小孩了。哎，那个运动是我们要来北大，然后他们这边有一个网球的教学，我们今天要来试上。哇，你看这，你看好多小朋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阳光网球。嗨拜，我是林教练。OK， 阿金过去那边。哇，这是你的球拍吗？哇，好帅、哦！小心哦，空姐妈妈。介绍一下。正妈，正妈先弟。嗨 ，Lucy 说嗨。哇，我们黑鸟。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要这位先生。今天就是一开始迷惑了一个不少，因为他刚刚没有球拍，他就不开心。对，他就不开心，他在闹别扭。差一点，好，廖翔换你哦。好，接球哦。廖翔，你 OK 吗？这好像考验教练能力。考验教练能丢球。哇，教练好厉害，教练好厉害哦，厉害神童。Go， 来，对，哇 ，Go， 好慢了，哎，哇，好了，有了两个，老师，考教练。好，高一点，很高一点，很慢。教练可以，这样可以啦，教练 OK。上这种网球课啊，其实考验都是教练。然后很需要爸妈的配合。对，然后要一些罐头笑声，因为孩子就是学新的东西，他们需要鼓励。需要被肯定。对，哇，你拿粉色的，你最爱了，最爱的粉色。好，再料理完你了，太快了，两只手，两只手，这是鸡蛋呢，不能让鸡蛋破掉。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慢。对对对。看着鸡蛋不能掉下来哦，啊掉了。加油加油！哎，没关系，再一次。哇，你会哦，弟弟也会哦。好棒哦，廖子。哦，没关系。哦，走得很小步哦。你有接好你的？接来房吗？啊，去尿尿。跳，然后脚打开，跳，然后过来，然后来把它滚。哎。有没有穿过这个门，对不对？你要打的时候，看老师要这样吗？一直走嘞，公车在那样打，我们要把它 A 嘛。哇，厉害了！二进了，五犯你吧，耶！没有。哇，你得分了，要想，好厉害哦！哇，1-1，耶！丢了，对，丢的时候还把它打到地上。我刚才有说拍照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很好，一二三，丢了，哎 ，give me five，very good， 好，穿越石头，对。对，你要先打到，不要打用力，你要先打到，不要打准。五三，啊，过去了。五，对。好，你打一个，打一个，一二三。给爸爸吗？哦，那你打完就要碰背。好。各位，如果有人把这个剪到满满的话呢，就可以放一个蛋蛋，这样可以吗？对。太棒了！我可以偷吗？可以，拿给你搞。要说什么？多谢教练。谢谢教练，教练再见。我很久没打了，手很痒，然后想出来打个几球这样。对，我欠打，我欠打。其实我是觉得想要让教练跑一下步啦，那因为我的球会到处跑，所以他就可以跑到一下步这样。他之前也是有邀请你跟我一起打过嘛，这样对不对？我们还曾经去古亭外面的河滨公园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去聊天。其实料理是适合打网球的，因为我有看到报道指出，就是左撇子对于单人的运动其实会比较好。例如像这种网球啊，单人性的，或者是桌球，就是他的对手比较会不习惯左手。对，让大家看一下我的姿势有多错误，需要好好的来上课被矫正。你知道爸爸会打吗？你有看过我打吗？那你相信我会打吗？
你要不要看我打一下？哎、欸，好生疏哦、喔，突然有点害羞、欸。好，我是威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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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到好像英文，感觉就会打网球这样。哎呀 ，fail！ 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这样可以了，已经流汗了。暖身暖身，有打到球就好了，对。然后所以小编也要会打，对不对？小编，我们工作间，我们教练身兼多职。哇，平常在打？没有，没好几年没打。打网球，下次要不要一起？好了，我们今天第一次来阳光网球学网球 ，Rick 教练， yeah, 还有 Sandy， 非常姐太太，对太太，料理料想，你们下次还要来上吗？要、yeah. ，好玩吗？好，那爸爸也可以来上吗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妈妈也可以，妈妈也可以，你看妈妈也可以哦、喔。那你觉得爸爸打得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哦。好，谢谢哦、喔。这个儿子这边得到一些肯定。对对对，好了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是100种理想，拜拜。